市面上真的很多大于100K 都是假货。今年我全数收购大于领100K 农心派出所后面茶园的冬茶，这是用影片来记录茶叶采收的整个制作过程。大于领可以算是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高山茶区，也是最高海拔的茶区。爱喝茶的你一定会知道，那个原始森林强烈森林气，口感厚实又充满果胶质，那种生津余韵的喝茶爽感。但后来因为恢复造林而减少了产量，到现在一季全产区不到5000斤的产量。现在我手上在做的这支茶，就是你最忘不了的那个大余岭原始风味。100K 的茶园海拔高度高达2580公尺，是其他茶区无法追上的香气果胶质口感。这个茶园今年的冬茶只剩下600多斤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泡的这个茶汤液体，热水冲下去之后，整个香气扑鼻而来，卖完就没了，所以要买要快。看完这支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马上私讯我，2两一包，一罐就是750元，1斤6000元，要买的赶快私讯订购，不然很快就没喽。